演员们都好悠闲呢。哇，还这边西餐都吃起来了。这个都可以吃了，这样。哇，任你选择，任你选。过分，哇。嚯，这个地儿配着这个样子，实在是太惨了。好惨啊！哪有这么惨的拍摄的？太惨了吧！好可怜啊！哎，我们有对讲机吗？没有。有。好，稍等。对讲机要给摄影师一个不？他有点太远了。可以。好，快马加鞭，谢谢了。制片有一个问题，你说，佘诗曼的那个包租婆的那个墙上要一些钥匙。这边好惨啊！比较做旧一点的吗？我尽快联系一下，看有没有。可能下午会用。好的。陈导老师无缘无故 Q 我，我有点措手不及啊。这位制片老师还有专门的 OS 哈、啊。哇，这也太没必要了，不配你们这个装法。你有必要吗？你要不要叫林允啊？林允在哪儿？没回，没信息，打个电话给他呀。林允，你起床了吗？我们8点要到嘞，导演会骂哎。这导演不是 Justin 导演，这导演好凶哎。导演好凶，我哪里凶了？林允，你怎么还没起床？所有人等你一个合理吗？我6:45已经到现场了，怎么了？你是要耍大牌吗？林允，我青筋都起来了。没有，我在等那个，我早就化好妆了。哎，视频啊，导演视频啊，打过来。林允到了。出发了。哎，到了，刚刚上车了。林允，为什么迟到？8点到，说的不清楚吗？7:30。那你告诉我，昨天不是7点吗？比我还凶。这什么7点？8点到，快点吧。师傅开快一点点，谢谢。